律师小姐，我收到您的联络了，您说您想找二少爷。可二少爷不是一直和您在一起吗？他今天请假说要陪您调查一些事。这样吧，我先带律师小姐上楼，之后再想办法。不用麻烦了。陆总现在不太方便，比起接待来路不明的客人，目前他正在与调查部跟进合印制药仿冒产品事件。我们计划对部分员工进行调查，希望无关人士可以回避。够了，还是我来解释吧。侵犯合印商标权的山寨货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案发现场，换谁能咽得下这口气啊？那种东西居然能在市面上流通那么久，期间我还得不到任何消息。该不会像外面有些人说的，这地方真有什么内鬼吧？人们总把阴谋论当饭吃，觉得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控制着这个地方。那就不如回应一下大家的期待，排查一下我的身边人。是啊，
你来的确实不是时候。更何况在针对部分员工的调查启动后，你觉得他还是我的助理吗？所以律师小姐还是请回吧，这里实在不适合你逗留。比起在这里做些无用功，你还有更应该去做的事吧。哎，你总算来了。哎呦，可把兄弟们羡慕死了。哎，你这儿耗子坐飞机一步登天啊。我只是个司机，不是很明白你们在说什么。别这么防着哥几个呀，我们知道你是咱大哥雇来的，第一次干道上的活儿。严格来说我们也算你老板。哎，我说你到底知不知道你接下来要载的那个女的是谁呀？见不见过？跟哥讲讲呗，咱也没见过什么世面，现在特别好奇。不知道，
没见过。可以让开一下吗？我接的那个人马上要来了，听说他不喜欢烟味。哎呦，哎呦呦呦呦，这么快就进入角色了？我说，你还挺有那方面的天赋的。天赋？傍女人的天赋啊？穿的人模人样的，等那女的上车，小算盘早都打得隔壁时都听见了吧？只要干好这单，你也不用憋屈的当什么司机了。哎，这车窗是不是防窥的？在里面不管干什么都不会被发现。请放尊重一点。有本事下车跟老子说话，还是说要哥几个亲自请神把你从这个老鼠洞里拽出来啊？总算来了，快点帮我一把。给老子出来，跟个缩头乌龟一样。叫车？你？哎，等会儿，
是小弟们有眼不识泰山，对姐出言不逊了。小弟不懂事，因为有点好奇您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所以才找您的司机问了问。确实是我们做的不对，姐姐消消气啊，消消气。对了，我们愿意将功补过，一起护送您离开。请上车吧。你先换上这个，我帮你拉上帘子。我只是在帮警方一个忙，和自焚案稍微有点关系。我应该说过，早在自焚案发生前，警方出于扫黑的目的，就一直对快递站一带严加监视。换个不留情面的说法，自焚案对某些人来说或许是人祸，但对另一些人来说，却是珍贵的机会。组织突然死了个人，还引来了一堆警察，有人肯定会坐不住。几天前，警方埋伏在犯罪组织内部的线人传出线报，组织高层即将召开会议，内容不明。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他们大概率就是为了讨论汪氏兄弟的情况。目前警方的计划是派出一名卧底潜入这次会议。前几年有一位刑警卧底进入了犯罪组织，还爬上了高位，但后来他被卷入某次火并，为保护老大失去了生命。那个人生前受过组织成员的不少怀疑，甚至差点暴露，死亡反而成了他最好的保护色。他被视为老大的恩人，
正是因为他留下的这份遗产，现在警方才能派出第二个卧底。警方完全有能力提供第一位卧底的个人信息和相关证件，确保外人深信不疑。没关系的。我已经和同事解释过现在的情况，他们同意由我们继续行动。如果我们位置互换，我看到你被那样不明不白的欺负，同样也会坐不住。更何况，现在我们被人跟着，除了往前开，也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办法了。先坐吧，老大还没来。瞧，我差点忘了，现在开个会的安检，所以也得麻烦下您。您别担心，您一出这个房间，他们就会把东西还回来的。今晚还挺顺的，除了老大，所有人应该都到了。干坐着也没什么意思，直接开会吧。他说会晚到一会儿，让我们先讨论着。毕竟，这事还不小，得多想几种解决办法。
最近何应那帮人在查假冒保健品的事，您应该也听到风声了吧？您还是给总裁留点面子吧，万一隔墙有耳呢？就是因为这事儿，有个合应的人为了保命逃到了我们这边求庇护呢。那人叫自己什么来着？啊，对对对，温晨，还说自己是总裁助理呢。哎，怎么还没人把他带过来？小助理还挺娇气啊。哎呀，还以为怎么了呢，原来我被请来参加派对了呀。